腰推球，这个腰推里边不是中部分的，就是腰的旋转，推的虚实倒换，利用这个变化调整咱的平衡。哎，所以在这个上下肢力就是利用推来调整部分了。哎，利用腰推，真正功夫好的一站就这个腿就不动了，两个腿站就跟利用腰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这几件事的时候。哎，再就是要不是现在创办的这个桩上推，哎，一个人站一个桩，先要倒轮，就是定步推手一样，哎，倒轮，哎，向上转顺，哎，一攻一坐，在这个要互相随和，哎，你随我，我随你，这个六个六探讨就是不丢不顶，扎两两随，既不能丢对方，又不能顶对方，给对方经常要扎两在一起。比如说在这个推手过程中，这是练的什么呢？练的没劲挺劲，哎，互相慰藉，互相挺劲，根据自己的功夫变化，根据说的这个踢上的这个就是套路里头这个变化，用在这个上。在这个推手中，就是要注意两个人的背向。什么是背？一个劲儿的话，是这个膀子上这儿地就是个背，这就是说你这儿紧了，没撑圆，没有撑开，你活动不开了，你就要背。可是说你看到这个程度了，你是个背，哎，因为说你这个背就是我这儿正顺的，我这个脚跟这个手合着的，哎，你那是这个手臂这个脚没有合，哎，在这个地周要挂心，要时常就叫对方动，你叫跳整，很快的跳整过来，跳整这个，哎，把这跳，这又中了，这又弄我走开了，这走开了，这把中了，这又走开了。我这是按的，你这要碰起来，你这要碰，哎，你这按，我这碰，哎，我这碰，你这挤，我这捋，哎，这就打手，这就碰的紧啊。那今天讲个说，光讲这个文件，哎，你看到这儿，我一文件。我娶你了，你走了我，哎，你看我顺你，再推我，哎，这不是怎么小局？不要小局，能抢就抢，不要抢，哎，不要小，你小局就算输了，你能抢就抢，抢自己捡起来，知道吧？是，抢不着你就得小。现在这推就是体会说叫你体会，就体会爱刀事。我为什么要爱刀？好比说咱还是懂这个劲，我随你，你看是不是随你变好？你推我，你这几件事就得推我，你不推我不行的。你推我，我只是随，我只是随，我只是抓，是吧？这一再你有消息了，你就听不着了。哎，你该走了嘞，得想这个份儿，是吧？是，我这一你这推我，哎，这是我这抓腰，我这要推，你这往这带我，哎，对了，你往这一带我，我就往这走。哎，可是说你带我，你看，这又过来，这又过来了，这就是调整，这就是阴阳的调整抓好。
他有时候说，哎，你按我，哎你，哎，这就是圆的调整。对，哎，嗯，后来转完这转，哎，意外的。来，哎，那个，来，有劲了，有劲了，上。好嘞，上。我家不会，不好会，我也上。来吐。有劲你就退。